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杰楷，我是郭书瑶，我是安心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露，我是黑人陈天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乐。全球粉红丝带乳癌防治公益活动全面展开。十月这个月份呢，是粉红丝带防治乳癌的月份。在台湾呢，其实女性的癌症乳癌是第一名。所以粉红丝带乳癌防治的公益活动呢，希望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你要提醒身边的女性朋友，乳癌并不是绝症。做好心理调试，家人跟朋友要给予陪伴与信心，及早做检查，然后不要觉得疾病跟你没有关系，也不要觉得因为是疾病所以你很害怕。我觉得大家要建立好就是良好的健康观念。很多台湾的女生因为乳癌而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所以我觉得女生真的要好好的关心自己。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定期帮自己的身体做简单的检查。那如果你有家族病史的话，也要记得每年都到医院去做胸部的 X 光或者是超音波的检查。不管是男女都希望别上这个粉红丝带，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而且重视这个问题。目前乳癌呢是全球前四大的死亡的主因，台湾是第一，当然男性朋友也是有机会，有可能也会罹患这样的癌症。让我们一起系上粉红色丝带，表示对乳癌患者的支持，也是提醒所有的女性朋友应该要时时刻刻关心乳房健康，预防胜于治疗。雅诗兰黛集团呢，也将粉红力量发挥最大，让我们一起别上粉红丝带，关心乳癌病友，同时也提醒身边的女性朋友时刻关心自己的健康。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发挥粉红力量，终结乳癌。你现在正在收看这个影片的话，赶快，影片结束之后就起身去做检查，乳癌防治就是现在。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将粉红力量发挥到最大，祝福你们一切平安。